一键三连，专场放出来之后，一个礼拜前我就收到了成都的观众的私信，微博私信我，告诉我说，哇，浩哥你要来成都了，终于盼到你从北京过来开专场来了，特别喜欢你，请问你有核酸检测报告吗？带了啊，今天带了核酸检测报告，我还专门告诉他，我说你来，我现场给你看。他说我不来，我就问一下。成都的朋友啊，过分的幽默啊。妈呀，谢谢这位歌唱艺术家和歌女司仪啊。刚才在门口竟然还有个大姐给我一袋蘑菇，我的妈呀，这是昆明的特色吗？刚才那个蘑菇就鲜艳的，就像毒蘑菇，咋的呀，大姐？你是觉得我们兔子这脸吐毒肉还不够多吗？燕子，燕子点赞呢、啊！燕子点赞，点个赞再走，点个赞再走，不要走，点个赞再走，点个赞。